最新吃紧，为了把握封面云系，水利署今天上午结合国防部空军单位，在石门、宝二及明德水库进行地面人工增雨作业。 经济部水利署日前和气象局国防部建立联络机制，每天24小时监视，若遇到适当时机，将启动空中及地面人工增雨作业，希望尽力增加水库集水区降雨量。根据水利署资料显示，目前实施第一阶段夜间减压供水措施地区，包括新北市板新及林口地区、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、北彰化、台南及高雄地区，其他像是南彰化、云林、南投、嘉义地区及澎湖地区水情稍紧，还需要持续关注。